一百多年的历史，我一直就想打破超越，迄今为止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，飞机已经不管用了，我发明的这座飞机。看似他小，他也无限放大，能载五万个人。今天我带大家去试试，跟着我走。超自动感应，不需要任何密码，我的手一碰它就飞。我操！哇，飞了！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耶！我们来跳舞吧。你想怎么跳？你想怎么跳？空翻起来吧。你想怎么起？空翻起来吧，疯狂起来吧，他们肯定还在玩。疯狂起来吧，活起来吧，爆炸吧！爆炸！原地爆炸是吗？原地爆炸、啊。啊！太牛了！那个，那你吃不吃？你也尝一个好吗？我不尝，因为我还不能吃，我只能吃一些果冻。只能吃一些果冻啊？对。那我们吃完果冻，我们就去看一眼那个狗狗，看一眼就看一眼，我们就。哎，要不要看一百眼？就看一眼。给你吧，一百眼，一百眼，一百眼，给你吧。耶！好吃吗？哇，好软啊！那肠怎么这么软？它很糯，是不是？嗯，很糯。你来一个。我就是中间的这个吧。我就吃一个这个就行了。好啊，你吃红色的、绿色、黄色。这个吧。嗯，好。别告诉爸爸。妈妈告诉妈妈。哎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一碗多少钱？你吃完了没有？告诉我吃完了吗？我也在吃，但这个糖真的好难嚼啊！再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？我们就一下把它吃完了啊！哇！吃完了没有？看一下。我的我不吃。啊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。
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就让它随风。住手！走！你考虑过你开枪的后果吗？这里所有的狗都是经过训练的，最强扑咬的是下体。你把我们放了，至少还能保全你下半生的幸福。你们具体做什么呢？我也不感兴趣。我手里有枪，你们只是狗崽子，我以为我能怕你们吗？啊！李真，准备。报应，报应，何其生财，兄弟，以和为贵嘛。谁报的警？你没有机会了，除非你去自首。你给我算一算，我今天能不能逃走？插翅难逃。你，让你这些破狗有粮道。50米开外，不，100米。100米，大家后退。你那说你呢，大眼妹，别看了，就你一个女的，说你呢。告诉警察，我准备直升机，我要是逃不出去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大门。回头是岸。你。Thank you.